这个我要放会员频道了，哎，这是解开，对，要这样收费吧，收费了。哦，这个油，没洗过。啊，好油哦。哦，这个油热热的，是对的吗？是手热的。来了。我怕滴了什么热热的。真的是热热的，哎，你要认真抹上，害我屁股晒伤了。大家最期待的单元了，其实大家应该最期待的是看我现在这身穿着。噔噔噔噔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外面天气超级热，那为什么我会穿这样呢？因为我们今天是沙滩训练。沙滩训练的话，等等你们就可以看我又在沙滩上面开始跑起来了。还有，再另外一点是，你们看我的肤色，你们看到吗？我的肤色。太不均匀了，因为平常在那边一直练习，然后呢肤色非常不均匀，所以今天呢我是要来把它就晒得均匀一点，然后漂亮一点。等一下我要找一个建议帮我擦防晒油的，我要擦助晒油，让它晒得就是更油油亮亮、漂漂亮亮的。它好像在一个荒岛上面要求生那个。有朋友教练很糗，哎，他现在拿的木头，然后那边给我画线。因为他说没办法，因为你知道今天太阳真的很大，沙滩其实蛮热的，所以我不能在那边跑，在那边跑我那个脚底板应该要烧焦了吧？你看太阳出来，因为又湿，然后又有干，所以海边跑起来来是最累的、最沉重的。哇，现在你现在什么？现在是在做？在做？有人在打我屁股。来喽！你要解开？真的假的？你要解开吗？解开啊！不用吗？不然你这样怎么？哇哦，好哦，解开怎么会吗？喂，这个我要放会员频道了，哎，这是解开，对，要这样收费吧？收费了。哦，这个油，没洗过。啊，好油哦。哦，这个油热热的，是对的吗？是手热的油。啊哈哈！来哟。我怕滴了什么热热的。真的是热热的，哎，你要认真抹上，害我屁股晒伤了。臀部按摩，正面该怎么办？正面该怎么办？抹吗？确定？确定这样抹吗？好多哦，好多哦。那个，请问要什么条件才可以报名呢？什么条件？要来这边的。首先呢，前提之下呢，要先长得帅。可以了，哎，我好油亮哦！你看跟他一样，跟你的颜色比起来，我已经黑很多了。好了，我要跑起来了是吧？对，是的。你要开始了，你要先做什么？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也不知道做什么训练，但我还是先穿个罩衫，因为我的手毕竟，你们看这个色差，这个手太黑了。先让他先晒一下别的地方好了。那我们先问教练好了，教练。沙滩上的冲刺的折返跑。就一直折返跑。没有，你先走个十趟，这是迟到的人要有处罚，就十趟。你小刚害我了，好不好？还够分。来准备。你怎么回事？就是那什么娘炮的跑法，她是女生啊，你以为是什么以前的 NBA 这样子，来追我啊，来追我、啊，来追我，哦，好看，准备，哦哟，左脚特别痛，左脚的小腿，哦，因为这边斜斜的、啊，所以左脚比较痛，我现在会从那边再跑回来就平衡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刚才是袋子掉了，袋子掉了，我都跑了一半，我的天啊！你们看教练在干嘛？教练现在叫我们朋友，因为我们今天朋友很多人一起来玩水，大家只是觉得接受到要玩水，啊，我要训练，然后他现在叫他去躺在那边，叫他不要动，我们等一下要跳过他，他会不会吓到？不要起来啊！不要起来！哇！好卡嘛，好红啊！好卡嘛，喵，有尴尬。我
就是跟教练说第一声预备，第二声跑，必熬就好，因为压力太大。我想说不要随便下跪。久违了，这太难了，斜的哎。没事，你先试看会站不起来，先坐好，屁股坐下去。等浪下去之后，人就会好。这边。那个诚信的体能会很好，是因为他也是健身教练。我要坚持，不然大家会觉得我好像我很不认真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健身教练。嗨。好，准备。一个。我要加速。八块有没有？越超啊，很浪费！我在干什么东西？休息。歇住了吗？好的，退下。有点累，有点沉重。好哦，你们现在要做什么？有 follow 我的线动的应该就有看过，就是老鹰抓小鸡，很简单，就是它是这个线嘛，所以我们的距离这都是这样子。不管是打球啊，或者是竞技运动要防守的时候，你就是距离不能离太远。所以当我跑快一点的时候，拉开了就是他失败了，所以就跟进攻。那如果进攻的话，就是要拉开；那防守的话，就是要把它拧好，不让他拉开，就是表示说你永远可以在他的身体的两侧这样子。所以就是做一个不管是敏捷或者是一个协调，然后这样一个短时间加速的一个防守动作。那就把我们两个绑在一起吧。不要。了解。绑在一起，我觉得你会被教练拖在地上跑。没有错。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这样对待我，应该舍不得吧。等一下，那个因为线，我先不想理我。他先进攻，他要把他扯开。所以我在上面，他在下面。对。而其实我比较喜欢下面。哎呀！成功一次，他进攻跟防守各成功五次就结束了，就可以休息了，就可以休息了。下面是，你要追着我。好痛！我刚刚在努力好久，但我站不稳，我一直站不稳，好痛哦。他只会陷下去哈、哦。应该不会这样对待我，应该舍不得吧。犯规！影片有存证，他超过那条线就是不行了。没有。失败了，没力的。啊，好累哦！我很努力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太下面了，这个沙子很软。耶！我赢了！没有忘记这件事情，没有忘记这件事情。刚刚就我赢了，那是什么海胆？海胆，看这个海胆会受伤哎。这不是海胆啊。那草球之类的吧。他刚讲一堆废话，然后他七底成功，我忘记我是进攻还是防守，所以我赢了啊。换人来跟你啊。他要换另外一个选手，衣服该脱掉了吧？衣服是不敢脱。哎，我看一下你的肚子，看一下。哎，有钱人的肚子，有钱人的肚子。哎，太快了吧？太快了。原来你那么快啊？我们
刚才试完。这个人哦，这个头脑比我更简单。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很多人呢玩了这个游戏之后，就会发现这个游戏怎么这么的好玩。所以呢，刚刚我的朋友小康他就觉得他不信邪，为什么会一直输我呢？所以他说他要跟教练挑战一下，他说这一定有技巧。所以我现在来看他们，我要在旁边画休。我他都赢不了了，他居然要挑战你耶！原来你赢过啊！不知道他们两个在到底在干嘛？他们是真的认真要比赛吗？男人间的友谊。有线的，他们很开心的，一直往前跑哈。他太厉害了，跑不掉，认输。来这个。把他拉回来啊！阿宝，阿德，加班费。我虽然很渴，但是我不想喝海水。你看他，你看，这个性感的，性感的哦，你要上去一点。没有读到的，擦好了，害我晒伤了。他们说今天真的是累到极点，一切都是教练的错。